爸爸，东张西望，东张西望，是这啊？是的，听说这栋房子是有钱人住的。这栋房子的确很大呢，因为他是个贸易商啊，所以有许多金银财宝哦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不觉得小孩子的声音特别多吗？那里真的是你说的福富屋吗？看板不是用汉字写了福富屋，不是那么写吗？是这样吗？其实我小时候老是翘掉汉字课，所以汉字都看不太懂啊。我也是，根据从日道连拿的地图，就是这里没错。什么？你说的那个日道连是什么？就是日本盗贼联盟啊，简称日道连。感觉是很可疑的组织哎。那是盗贼共同组织的团体，如果没有加入这个团体，似乎就不能当盗贼。所以我们有加入这个组织吗？有啊。你是第一次当盗贼吗？第一次。要行动的场所是哪里？这个我还没有决定哎。既然那样，对了，我觉得大贸易商福富屋是不错的目标。大家好，我是福富屋。福富屋？是的，虽然赚了很多钱，但保全非常松散。那就决定是那里。可是麻烦的是，福富屋跟忍术学员有很深的关系呢。那没关系。是吗？那么我拿地图给你。这就是当时拿到的地图。那就不会有错了呢。哇，我拿错地图了，把前往忍术学员的地图给了刚才那个人。前面来了个小鬼，去问那家伙确认一下吧。哎，前面的小朋友，有什么事吗？这里是福富屋吗？这里吗？这里。福富屋是我家哦。这里是他家。这么说的话，这里果然就是福富屋。是吗？今晚展开袭击吧。不许上房！我要开动了。明天早上食堂的值日生是谁呀？不是我们呢，是女忍者叫日。嗯，那个就是啊，关于明天的早餐。是这样的，金乐寺临时要举办盛大的法事，所以我今天晚上就得去那里做料理。难不成明天早上的早餐要交给我们做吗？你们放心，早餐的食材我都准备好了。就算是那样也很不安呢。哎咻，要跳下去喽。好可怕。你想做什么？住手，快放开我。怎么会听到女孩子的声音啊？根据日道连的情报，福富屋应该只有一个儿子跟一个女儿。原来是女儿啊。好，我们就威胁那家伙，叫他带我们去金库。是。给我安分一点哦。我听说他只有一个女儿啊，该不会有三个？有可能。三位小妹妹，请你们安静一点，然后请你们三位带我们去金库吧，否则很可能会受伤。什么什么？不是了，那个就是。
想潜入我们女忍者教室，再等100年吧。可是那些家伙是什么人啊？不知道。明天还要早起，我们睡觉吧。那些家伙到底在做什么？这让原本是厨师的我快看不下去了。哎，快起来，我们来做早餐吧。哎，好好，你们什么都不用做，快去睡觉吧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尽管睡吧，尽管睡吧。不许剩饭！我要看到的。今天的早餐好好吃哦，不像是女忍者教室煮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嘛？是我们煮的，这儿拿一碗。看来我们两个当厨师比当盗贼还要更适合呢。是啊，我也那么认为耶。走吧。是。